İşim. Ver.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Kian Man Tan and Pei Jing Lai, Malaysia. And on my left, Zhang Nan and Zhao Yun Li, China. Zhao Yun Li to serve to Kian Man Tan. Love all. Play. 比赛开始，赵云雷呢率先发球，马来西亚队的陈建明接发球。哎，这个球还是有点运气，打在手里了。赵雷也笑了。对，但是这就提醒我们，就是往前的运动员，你要时刻的要把拍子举起来啊。这个在业余比赛里面是经常，就是我们会犯的一个错误。就爱好者习惯在打比赛当中手放在下面，因为这种举拍都是平时在就运动员啊在训练当中养成的一个习惯。嗯，好球。因为现在是早上十点，打比赛的时候了，在早上，运动员还是有一些进入状态会慢，因为容易没睡醒，不够兴奋，这个需要运动员呢，在早晨的赛事当中呢，要加强自我的调动，而且早上比赛啊，爆冷会多，运动员喜欢的比赛时间是下午或者是晚上。这球赵云雷呢判断上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啊，球是一个界内球。可以说双方其实现在根本没有打起来，还是通过发接发的前几拍了解决战斗。好球。4-2。就是我们在第三拍的连贯上还是相当快的，很紧凑。我们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面呢，很明显的是占优势。对手提出来了换球，又连续的丢分，想暂停一下场上这个局势。发球就可以拿到主动，混双跟双打打起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发接发很重要。张楠来自北京，投一个后场球，很可惜啊，这球陈建明往前的一个正拍的一个扑球啊，推扑线路过长。罗纳德亚历山大，梅雷蒂奥克塔维安妮，裁判员李森，中国发球裁判员孔明敏，中国。就是我们看发接发的时候，就可以得分。就当选手们两队选手的水平有差距的时候，发接发是直接的体现。我们看，就是我们在第三拍的连贯上，这个质量是很高的。对手在接发球，他不太会处理，也没有过不去。杀。
实力差距还是很大。对，这球赖佩君放网要求的太高了啊。那他不敢放，因为赵云雷已经在跟进了。这个球摆脱的时候还是想把质量做得更好。对，张楠想平抽一个大对角啊。这球出了边线。由韩国组合高球券集合大对阵印度尼西亚组合伊迪苏巴尼亚格鲁米亚维德加加裁判员刘平中国。Stop, stop, stop.这个混双比赛呢，有时候要看女球员她的防守能力啊，就是她能不能够扛住对方男选手的这种进攻，对，这个是非常关键。有时候打混双其实就是打这个女孩子的能力啊，其实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二打一的一个战术。对，啊，11-3，中国队开局打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当然了，这两队的组合在能力和水平上是有一定差距的。20 seconds. Court one, 20 seconds. Thank you, coach. Eleven, three. Play. 比赛继续。赵云雷发球。球发的还是有点高了一点。4-11。赖佩君，92年出生的啊，伸一个手指比划一下自己这个发球的位置，一号位。怕呢发球违例吧。12-4。Play.再挑给对方，掉一拍，重杀斜线啊！这球要杀给赵云雷，这球出界。Four.就实力差距比较大，就怎么打都没有。嗯，他们也想办法，想做得更好一些。Over 5-14.
赵云雷呢，他是86年8月25号出生，他就是湖北人，他是湖北宜昌人。他和张楠呢是2010年的全英赛啊开始搭档，当时呢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两个人呢从混双的资格赛打起，最终获得了冠军啊。然后那一战以后，基本上这两个人就成了一个固定的搭子啊。他们也是伦敦奥运会的这个项目的冠军。张楠和张雷各自都有偏向，现在是。Service over. 6-15. 这球没打准。这球啊，其实就张雷不应该去抢这一拍，还是放给张楠来接。嗯。所以往前的意识和判断呢，对于混双也很重要。嗯。Service over. 16-6. Service over. 7-16.还是靠发接发。8-16。接发球的时候呢，这一下赵云雷重心有点往前了啊。防守分球不错。赵云雷放网，放了一个滚网球。张军知道。Service over. 17-8. 人称张一拍。发接发，我们看啊，赵云雷在前面，他盯的还是非常紧的啊，连贯的很快。实力差距太大。嗯哼。Service over. 9-18. 就这一局啊，可以说是根本没打不起来。嗯。Bang. Don't do like this.这球应该是界内球吧，界内好球，好球了，界内。对，刚才我们提到过，其实混双主要是有时候要看女球员的这个能力啊。那中国女球员这个能力确实都是很强，都很强，尤其是防守，他们顶重拍的这种能力啊。因为在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啊，会要男子选手杀球重的，嗯，来和女双进行一个对抗，嗯，训练。陈建明失误了，啊，反拍呢，想推挑一个对角线。Game point nine. 20-9，这样张楠和赵云雷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service over. 10, 20. 这个反拍过渡球质量不高啊，没有过渡到底线。啊，陈建明在头顶区跃起以后，突击对角得分。因为我们的比分领先非常的多，嗯，所以说我们也不想花太多的体能了，进行一个进攻，主要在防守和细节上面发接发，嗯，做好就够了。打得很轻松，很容易得分。对方挑球出现失误啊，这样21-10。张楠、赵云磊呢是先胜了第一局的比赛，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发球如果就是说他们不怎么看到，可以扭扭或者控制啊，这个对，没事啊。Are you ready? Second game. Love all. Play. 交换场地，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开始。对手也是想加快一些速度。Service over. 把发接发了，尽可能抢到主动。Love. 张楠和赵云磊也千万不要松。还是要抓紧，好球，漂亮！我们只需要都不用用力，只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就可以得分。那这球赵云磊确实是跟进的很快啊，他在网前呢，他整个的抢网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法都是非常好的啊。张楠和张雷现在主要的战术其实就是控控球。嗯。控球呢，也确实是这两个人的一个强项啊。还有他们的一个衔接和连贯。对，衔接和连贯。嗯，因为张楠呢，他在后场的进攻呢，说实话，他不是那种以速度和力量见长的球员。他跟傅海峰配双打，主要是他来负责中前半场的做球。傅海峰来杀，可是到了混双，他是要负责后场的，就是中后半场。嗯，他的杀球呢，基本上属于那种点杀。点杀连贯。对，所以这对组合他们本身呢，这个特长呢，就是他们的控球啊，他们的连贯，他们的一些小技术，应该说非常好啊。张楠和赵云磊，对。Service over. Two. All.这个防守呢，我们看到这个球呢一直没有分开啊。陈建明这个身高还是很高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威胁。好球啊！漂亮，这个球。赵云磊反应的真快啊，球其实有点蹭网，在节奏和速度上都有点改变，但是我们看赵云磊这个球出的依然是很有质量，精力很集中。对，虽然对手的实力跟我们没法比，可是我们很认真的在对待这场球。嗯，
的转入防守，挑给对方，陈建明软压一拍，反击，拦掉，好的，后杀前锋啊，拿直线。我们看赵云雷这个球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啊。张楠后场的进攻主要是打落点，嗯，就我这个点杀的是其实是一个轻杀，他杀的比较浅啊，那你不好发力。对，赵云雷跟进拿头顶去直线，短了没过。Service over. Three, four. 这应该是要发对方的五号位啊。Service for goal. 又判了一个罚球回力。Five. 赖佩君显得很无奈。这球呢，赵云雷一伸拍子啊，晃了这个张楠一下。对，这张楠再出手呢，这个有点。所以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就打混双，因为现在也爱好者一般喜欢打混双和双打，单打有时打不动。嗯，所以一定要注意，就是往前出手就是要拿球，要不就不出手，会影响后场人的判断。没错，有时候我们在职业选手当中也会发生。嗯。4-5 play 4-5投一个后场球，漂亮啊、哦、这球赵云雷后场在头顶区的这板斜线打得还是非常的清楚。对方两个人在这个球上迟疑了，都以为对方会出手，也顶到了一个后场的中间区域。非常的快。Service over. 8-5. 没对准。Service over. 6.挥拍挥快了、对方球速没那么快、还是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我们看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很明显。对 9-6
service over. Seven, ten. Over 11-7 interval. 11-7. Court one, 20 seconds. Court one, 20 seconds. Hey! 因为赵云雷呢，一直是尖相的啊，他除了跟这个张楠的。混双以外还有年轻的女双，张楠和傅海峰还有男双的比赛。对，在之前的新加坡公开赛当中，张楠和傅海峰是取得了冠军。其实我觉得张楠和这个傅海峰呢，也是今年里奥运会的这个在男双方面中国队的重点。男双去年对，我觉得张楠和傅海峰还有蔡彪和洪伟。女双就不好说了，竞争很激烈，哇，漂亮，怎么打都有。柴彪和洪伟呢，今年亚锦赛呢，他们也参加了啊，但是呢，昨天呢，已经输球了啊。他们输给了日本的强档啊，这个加村健士和原田启悟。第一局打的还是很精彩的啊，第一局最终是23-25啊，我们惜败。这球张楠失误。9-13。在隔壁的三号场地上呢，中国队另外一队的混双组合也在出战啊，刘成和包奕昕。陈建明啊，这个反拍对角分球。15-9。分球还是不够自信，对，犹豫，出手不够坚决果断啊，这一下。赖佩君，92年出生的运动员啊。16-9。
17-9.哦，这个球判断失误，对，但是感觉那个落点应该是界里面还比较多呢啊。Ten, seventeen。发接发这个环节，对，确实是中国队优势非常明显啊。看刚才赵云雷这接发球是带有一个假动作啊。Service over. 11-18. 20-11啊，这样的话，中国队的张楠、赵云雷拿到了赛点。所以这场比赛起到了一个热身的效果。张楠发球。中国队转入防守。这球没有压住，太平。赵云雷，对，平的时候啊不好封网，你还是要快速的打网。对。接发球的假动作。分球。好球啊。难得的一个多拍，界内，啊，这球被张楠在往前给抓到了啊。这样的话，张楠、赵云雷呢是21-10、21-12，只有两局啊，战胜了对手，来自马来西亚的陈建明和赖佩君，顺利的晋级到了下一轮当中。稍微休息一下。Match won by Zhang Nan and Xiao Yun Li。21-10, 21-12.